给你们看看刚睡醒的布布有多好笑，很可爱哦。干嘛？刚睡醒哦，双眼皮呀、啊？啊？你长得很奇怪呀、哦。那好奇怪哦，今天怎么在不一样的地方呀？今天我们出来。桃园大溪呀、啊，我们住威斯汀酒店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想睡觉。嗯、哦，那么大的床床，很好睡哦。怎么搬都好睡哦。有没有？要睡着。威斯汀酒店真的很棒，到时候主频道会有跟大家分享住宿的体验，真的超级棒。那那个价格当然也是，超级棒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难得我们两个自己带布布出来放松度假，这个是最无价的。嗯，好了，你看这个小子睡成这样，这个床真的太好睡。那大家就期待主频道的影片喽，记得要去主频道订阅，要去看喽。